啲今晚出唔到場嘅物體先，嘅產品先，影住先，下集仲有下集，再見大家啦，或者留意我嘅自己節目啦，我係嘛？一比十八嚟講，基本上大家都有玩開唔少嘅產品咧。咁今次呢一個恆星綠谷，計上次呢一個女體嘅一比十八之後，今次就會出翻一啲好有軍事氣息嘅產品。就是大家見到呢一堆充滿光陽氣嘅戰術頭盔用，而又好有現代軍事風嘅一比十八士兵啦！哇！我一口氣可以講到咁多嘢，真係要值得讚一讚自己。就好似林敏聰嗰四廿字演唱會啊嘛，冇錯。咁你見到本身其實今次嘅造型同上次介紹嘅，今次就真係男性士兵啦。咁如果大家有玩開 War Game 或者中意即係留意開一啲軍事嘅動向嘅朋友嘅話咧，其實今次你見到佢嗰個 body 啊，係非常之同現代嘅軍事士兵係非常之相近嘅，除咗個戰術頭盔。咁當然大家見到右手邊嗰個嘅裝備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同而家啲軍事嘅士兵係好相近嘅。亦都唔會有任何即係好似好科幻嘅感覺。咁啊，但係另外左手邊兩個戴咗頭盔嘅士兵，又俾咗一啲唔同嘅感覺大家。其實我買咧，我就真係買個頭盔嘅。咁至於嚟緊幾時會發貨，幾時會有一啲新嘅消息，就住今次恆星綠谷呢一個新系列嘅產品咧，大家麻煩留意翻 Seven。嘅網頁就會可以分享到噶啦，因為今次 Official Dealer 就係 Seven 做代理嘅，冇錯啊！幫你係咁喪埋廣告啊！而家係啊，唔好提咁多 Seven 呢個店啦，知唔知啊？不過點解唔好提咁多 Seven？ 係咯，因為 Seven 太硬 sell 啦，定係因為太 Seven 咧？但係除咗 Seven 之外，仲可以邊度有得買咧？其實我哋都歡迎其他零售商都可以合作嘅。咁因為我哋幫佢手係喺希望推廣到海外市場啦。咁啊，頭先阿德哥提到咧，就係啦，呢個男性白呢個男兵有四款啦，就嚟緊應該三月底會發貨。咁之前嗰兩個機械兵咧就二月底發貨。咁仲有一個四個女兵咧，再第二次女兵啦，就會喺四月底發貨。哇！真嘅，我吹咗。係啦，冇錯，係咁輪住嚟噶啦。咁今晚就暫時俾大家過場睇下先啦。咁大家我可以隨便攞嚟玩啊！我都知大家欣賞。喂，隨便拎翻屋企玩咧。係啦，即刻擺 pose 啦已經。咁其實咧，每一個都有一支rifle 嘅，即係一個我哋叫長啲嘅槍啦嘅半自動。機槍啦，咁但係呢一次就容易裝上，因為想俾一個即係帶曬全部裝備嘅形態大家。本來準備咗另外一個形態嘅，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因為今日真係太多節目啊，估唔到，早知唔拎咁重啦，我死下死下，係啦。咁嚟緊我哋應該咧仲有一個 item 做埋，我諗點都要。我幫我手攰啊！好啊好啊，交俾你一陣。我揸下機先，係啦。不過佢要托住，因為佢一聚佢就會。幾正？咁希望喺我自己節目啦，或者希望下次 Toys TV 都能夠同大家介紹啦。啱想我會唔會喺呢一個玩物莊園有得介紹添？應該 OK 嘅，應該得開到聲嘅話。講到我哋啲打落冇錢買喪啱啊！係。所以點解大家要睇玩物？喂 ，ACI 台座嚟嘅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喂，勁喎！哇，呢個咪傳說中嘅 ACI？ 係咯，裝執咗粒嘅前。哇，犀利喎 ！ACI 喎，啱插喎，仲要係。係啊。哇，咁勁嘅！好商業化，我哋乜都計算曬在內啊！任何位置都犀利。好啦，咁我哋係咪？